美国总统大选，川普和拜登陷入了拉锯战。不止美国民众很焦虑，台湾也很关心哦。甚至外界不断的质疑蔡英文政府和川普的共和党政府往来频繁，是否鲜少经营民主党的关系呢？蔡总统强调了要尊重美国人的选择。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说，台湾和民主党、共和党都有密切的互动。日前召开的国安会议上，也盘整了各方情绪。3、2、1。财团法人中国生产力中心欢庆65岁生日，感恩论坛邀请各界探讨疫情后的产业振兴。总统蔡英文应邀出席。总统有机会和拜登通话吗？会不会邀请川普访问台湾？不过最热话题还是美国总统大选。尽管蔡总统说尊重美国人的最后选择，但是不断有声音质疑，台湾过去4年跟川普政府关系密切，却较少和民主党来往，是否对未来台美关系造成影响？如果有政党轮替的现象或是状况的话，它也是一个很自然的状况，所以我不认为台湾的政府要去压任何一个宝，最重要是我们自己要有很好的竞争力。在国安会议上会盘整各方情势，做出因应准备，强调不可能影响他国的民主选举，更没有选边站，只是美国政坛还不知道会不会变天。太平洋另一端的台湾已经先打喷嚏。华视新闻张之晴、梁宏志台北报道。